林志玲和 Akira 十七号举办世纪婚礼，引发各界关注。不仅媒体大篇幅报道，婚礼周遭更是挤满祝福民众。不过，婚礼过了一个星期，天王刘德华突然抱怨，觉得难过。刘德华日前上节目表示，如今的林志玲变了，十分小气。上次我打电话问他为什么结婚没请我，最后还被他拒绝了。原来是被志玲调侃说，如果他来了，大家都关注天王，谁会注意到他？让在场的人听到后全笑翻。这个回答听完直接给满分。如今志玲姐姐寻觅多年，终于找到真爱。刘德华虽然搞笑抱怨，也是很开心，他终于嫁。